星海精神它是一个进取精神，它是推翻封建专制。孙中山说这个发扬星海精神，它是要谋求国家的统一啊，谋求国家的统一是个大事情。现在中国的版图领土没有分裂，主权还是一个，但是台湾还没有回归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海峡两岸最大的事情就是尽快的统一。我们希望和平统一，但是如果这个台独势力很猖獗的话，习近平同志的话来讲就是要采取淡然行动，这我是完全拥护。